临时就去了砸场来了。今天快乐是早上和脆皮花给的，还有今天我们吃深夜炸串。我又来了，我又带着勉强就去了砸场来了。残忍的视频，往往在外面出现，你们是绝对刷到的。哇，现在还烤脆皮花了。今天快乐是早上和脆皮花给的。深夜炸串做的太香了，感觉好。来一个我的最爱炸香蕉，哇！吃过炸的菜了，哇，现在就要吃的超过瘾，让我再说一个趴嘴吧。